年关将至呢，很多民众都会到传统市场来采买，因此近来呢，陈明议员特别来到林口传统市场发送春联，现场民众跟议员的互动可以说是相当的热烈。接下来我们就带您一起来看一下。年关将至，议员陈明义日前特地到林口的传统市场发送春联，顺便和市场购物的民众亲自拜早年。现场民众与议员互动热烈，不难看出议员陈明义的人气抢抢棍。今天因为我们的林口服务处哈，有在服务处办理这个现场大师挥毫哈送春联的活动，那有非常多好朋友都预约到服务处。那我们10点钟开始，所以我们提早就是9点钟先到我们林口老街的传统市场啊，还有我们的公有市场，来送我们跟市长联名的恭贺新禧的这个春联。那看到很多长辈哈，也看到很多乡亲啊，大家在这边市场上面问候哈，这市场是最有人情味的地方。那我往年来讲啊，不管是母亲节或是一些特殊的节日，都会来市场走走。那特别在市场当中也碰到很多熟悉的面孔，那也很多人看到我们拍拍肩膀为我们加油。我想这是最有人情味的地方，我要在这边先提早跟大家拜年，让这些长辈们哈，这些乡亲们感受到年节的气氛。现场的摊商表示自己就是议员的超级粉丝，除了要求和议员合照，对于记者的采访也不拒绝，大方和议员共同受访。第一个，我觉得我们议员长得又帅又高，然后真的很棒，是一个好男人，然后照顾我们林口的市民啊，非常非常的多。那希望他以后能够更加油，然后我会永远支持他，我会用行动，然后跟心，全力的支持他，然后支持他一辈子到老。最好吃的咸猪肉给我吃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是。这是我们全台湾最好吃的咸猪肉。谢谢。我每次来到林口都会来这边打个招呼，最重要是它的料实在之外呢，很热忱。那我其实用最什么样的最好的回报，就是我们平常在议会就认真的问政，那在地方上帮乡亲解决所有的问题，真的，包括我们现在林口公有市场当初设计不是很妥当，我帮他们调整了以后，大家都很满意。我想做把应该做好的事情，把事情做好，把事情做对，就是对我们的支持者最好的回报。我谢谢他每一次来这个市场都给我加油打气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议员陈明义表示，对于政治这条路，目前只想做对的事情，对自己的问政态度更加圆融。他希望能够借由与民众近距离的接触，能够看见更多民众的需要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为更多民众服务。他同时希望今年大家都能够事事如意，平安顺利。记者林口采访报道。